花莲县府举行癸卯年庆赞中原祈福大法会，由县长徐祯蔚率同副县长严新章以及县府各局处首长还有同仁遵循古礼，备妥鲜花、素果等丰盛的祭品，供奉四方诸神，并祭拜好兄弟。而徐县长以三跪十二叩首最敬礼，虔诚向上苍祈福，祈求庇佑全县的乡亲安乐健康、平安富足。花莲县政府举行癸卯年庆赞中原祈福大法会，由县长徐祯蔚率领副县长严新章及县府各局处首长和同门依循古礼，备妥鲜花、素果等丰盛祭品，供奉四方诸神，并且祭拜好兄弟。法会现场布置庄严肃穆，县府各局处诚心敬备各式丰盛圣礼以及贡品，充满诚心心意。县长徐祯蔚感谢县府同仁们参与普渡法会，期盼同仁们努力为公，尽心尽力推动县政，并且祝福同仁们阖家平安，工作顺利。县长徐祯蔚率领全体同仁们在法会上香祝祷，一行鼓励虔诚敬拜，以三跪十二叩首最敬礼，向皇天后土、天公地母、四方诸神虔诚祈福，祈求诸神持续护佑花莲阖家平安，五福民丰，百业兴旺，五谷丰登，场面庄严肃穆。法会并且在下午举行全请众神圣庆赞蓝盆开箱敬孤登台普施正敬孤忧，普渡法会在县长徐祯蔚以及全体同仁诚心敬拜，终盛会圆满顺利结束。记者中文化报道。